山灰污染了整个国家的水源，所有家庭的饮用水都面临困难，整个国家的农作物遭受毁灭性的打击。据环球时报报道，南太平洋岛国汤加一座海底火山剧烈喷发，引发海啸，影响范围波及整个太平洋沿岸地区。受海底火山喷发影响，汤加的海底电缆被切断，与外界的网络通信可能需要2周时间才能完全恢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7日都派出侦察机前往当地探查灾情。在电力和通信都不稳定的情况下，汤加几乎与世隔绝，外界暂不清楚汤加此次的灾情损失。汤加的红阿哈阿帕伊岛海底火山15日喷发持续了8分钟，在海洋和大气引起较强冲击波，环太平洋地区均发布了海啸预警。新西兰、澳大利亚和万里之遥的日本、美国西海岸等地都观测到明显的涨潮，中国、美国西部和南美洲等地都观测到了气压的小幅波动。火山喷发瞬间喷出的火山灰云形成了直径近500公里的伞形云团。据报道，汤加受火山剧烈喷发影响而被中断的电缆连接汤加与斐济，承载了大部分往返汤加的互联网和电话流量。据通信公司负责人介绍，电缆维修过程需要至少1至2周。当电缆停止工作时，卫星可以进行一些通信工作。新西兰外交部长马胡塔17日表示，汤加首都努库阿洛巴已恢复80%电力，但网络仍然中断。直到18日，也就是汤加与全球失联48小时后，火山爆发时的灾难画面才在世界舆论传开。有报道称，滔天巨浪冲进汤加首都后，民众纷纷逃往高处，汤加国王图普六世也匆忙从王宫撤离到安全地带。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表示，新西兰官员已通过卫星电话与新西兰驻汤加高级专员公署联系过，获悉努库阿洛法部分地区损失惨重，不过暂时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阿德恩强调，由于火山灰污染水源，淡水可能成为汤加当地居民的急需品。据新西兰政府对灾情初步了解，汤加最需要的是饮用水和储水设备，还需要食物和医疗用品。新西兰驻汤加高级专员公署说，破坏主要集中在汤加西海岸和努库阿洛法海滨地区，那里有许多度假胜地，到处都是厚厚的火山灰。目前汤加部分地区上空的火山灰已经沉降，但仍有大量火山灰漂浮在空中，最远已经飘到澳大利亚。斐济环境部门17日警告，卫星数据显示，汤加及周边国家大气中的二氧化硫浓度增高，可能导致酸雨。随着大气条件略有好转，新西兰国防部17日表示，已派遣一架飞机前往汤加勘察受灾状况。这架飞机不会在汤加降落，将在当天返航。新西兰国防部还说，18日将再派遣一架飞机向汤加运送救援物资。火山喷发和海啸切断汤加与外部的联系后，海外汤加人焦急地等待亲人的消息。据报道，汤加裔新西兰记者莫图拉洛说，最糟糕的是我们对汤加境内情况一无所知。我的老家靠近被水淹没的地区，现在通信中断，不知道损失有多大。最新消息称，汤加国王已经召集了所有预备役军人和武装部队准备救灾。
巨大的蘑菇云直冲云霄，冲击波横扫大海。然而这不是核爆实验，而是火山大喷发。2022年1月15日，汤加火山喷发，30年来最强的火山喷发，喷发威力相当于1000颗核弹。汤加基本上处于失联状态，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已达喷发的峰值，但汤加火山已经苏醒了。那么几千公里之外的汤加火山大喷发会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火山喷发会同时激发海底地震和海啸，多个国家都已经发布海啸预警，但我们不会受到明显的海啸影响。其一，第一岛链会削弱海啸波。其二，我们东海大陆架的海水浅，海啸波长长，在浅海水区域能量损失太大，到达我们东海岸边已经是强弩之末，所以汤加火山喷发形成的海啸不会对我们产生太大影响。火山喷发会促产生大量的火山灰和气溶胶，由于距离较远，大概率不会飘到我们这里，但它们会进入平流层向全球扩散，形成埋云遮挡太阳辐射，预计带来全球气温降低0.2度到0.3度，这将会给全球的植物生长与农业生产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整体不会影响全球变暖的趋势。在地质灾害面前，我们依旧很渺小，要尽可能的保护地球资源，爱护地球环境，当灾难来临时，我们有足够的应对措施。10日至15日，南太平洋岛国汤加发生了猛烈的火山喷发，导致汤加被火山灰覆盖，全境一度失联，这是近30年来全球最猛烈的一次火山喷发。这引起了很多人对地质问题的兴趣，同时网上啊也出现了很多无夏之年的说法。什么叫无夏之年呢？这是指火山喷发而导致的全球降温，甚至可能会出现6月飞雪的场景。主要原因是火山喷发出的硫化物可以转变为硫酸盐气溶胶，遍布于大气中，阻挡来自太阳的热量辐射，最终形成火山冬天。不过综合目前收集到的观测数据来看呀，此次汤加火山喷发对全球气温的影响有限，不太可能出现无夏之年，主要是因为喷出物并不是那么的多。为了方便解释呢，在这里我们要引进一个概念，叫火山爆发指数，简称 VEI。 它主要呢是以这喷出物的体积和喷发出的高度来计算，这个指数每提高一级，意味着喷出物的体积提升10倍，最高为8级。此次汤加火山的爆发指数可能在5级左右，不过比起1991年菲律宾皮纳图博火山爆发，到目前为止汤加火山造成的影响可谓是小得多。皮纳图博火山的爆发达到了 VEI6 的水平，火山爆发的能量相当于48000枚广岛原子弹，并释放了1500万到2000万吨二氧化硫，导致此后2年内全球平均气温下降了0.5摄氏度。即便如此，在1991年也没有出现无夏之年，而此次汤加火山爆发仅释放了约40万吨二氧化硫，显然不太可能引起全球范围内的大降温。历史上真正的无夏之年是1816年，根据欧美方面的记载，那一年是真正的6月飞雪。7月、8月份这河里还有冰块，而到了8月底基本上跟下一个冬天就接上了，等于是过了一整年的冬天。寒冷使得农作物差不多颗粒无收这欧洲遍地饿殍，动乱不断。造成此次事件的罪魁祸首呢，是1815年在印度尼西亚爆发的坦博拉火山，爆发达到了创纪录的 VEI7级，火山灰呢完全遮蔽了天空，伸手不见五指。此次灾难在东南亚造成了约7万人的死亡，而受其影响，欧洲的饥荒造成了约20万人的死亡。当然，欧洲方面不能忽视的历史因素是战乱。1815年，欧洲多国组建了第7次反法同盟，并在滑铁卢战役中击败了拿破仑。也有人称说，这拿破仑在滑铁卢的战败跟火山爆发有关，因为火山灰的原因，1815年的夏季多雨延误了战机。不过这只是一种不太靠谱的猜测罢了。如果放到更长远的时间维度上来看，能够造成全球生物灭绝的火山还是有很多的。美国的黄石超级火山就是其中之一，它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岩浆库，在200万年间一共出现过3次大规模爆发，其中2次达到了 VEI8级别。黄石火山的喷发周期约为60到70万年，而距离上一次喷发已经过去了63万年左右，也就是说黄石火山在近10万年内爆发的概率比较大。而得到众多网友关注的著名火山还有富士山和长白山天池火山。富士山上次大爆发的时间是1707年，爆发级别是 VEI4， 而富士山的爆发周期在900年左右，因此不太可能在近期爆发，除非是受到了大地震的影响。而长白山天池火山是中国最大的火山，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出现过一次 VEI6到7级别的爆发，由于该火山喷发周期未到且处于休眠状态，所以现在也没什么危险。
在地球历经的漫长历史中，最大规模的火山喷发还要数西伯利亚暗色岩事件，持续了100万年。由于与二叠纪、三叠纪大灭绝事件的时间接近，有学者认为两者可能相关。二叠纪、三叠纪大灭绝事件造成了90%的物种消失，是生物史上最严重的灭绝事件。总之，大自然的力量是超乎想象的，我们人类文明的存续时间在广阔的地质史上只能算是沧海一粟。而在面对种种自然灾害时，人类几乎不堪一击。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敬畏大自然，并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之路。火山灰不同于烟灰，它坚硬，不溶于水。火山灰中含有多种有毒物质，有很强的刺激性，其重量能使屋顶倒塌，构成火山灰的颗粒也会对人体的器官造成严重损害。在10微米左右的颗粒会影响人的上呼吸道，侵害呼吸系统。如果颗粒仅有2微米，它可深入到细支气管和肺泡中，可能会引发各种疾病。最后，火山灰虽然会降下，但大部分的火山灰在火山爆发之后会持续数月乃至数年地沉积在大气层中，而由于太阳光长期被遮挡，这一变化很容易导致大量的植物和动物死亡。地震的孪生兄弟火山。当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火山喷发的影像时，我们会看到这样的场景：万物荒芜，一片狼藉，仿佛世界末日一般，让人触目惊心。是的，火山就和地震一样，会给人类在地球的生存带来巨大威胁。其实，火山和地震都是地壳内部的能量释放，属于常见的自然现象。它们就像一对孪生兄弟，时常相伴而生。一方面，发生在活火山附近的地震可能会诱发火山喷发；另一方面，由于岩浆在向地表运移的过程中，会引起地表破裂和地壳颤抖，所以火山的爆发也可能会引起地震。地球上存在着上千座火山，按照活跃程度，我们将其分为死火山、休眠火山和活火山。这些火山的分布并不均匀，而是存在一定的规律。它们绝大多数都分布在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在这里，板块运动活跃，不仅地震频发，火山的活动也相对频繁。当相邻两个板块相互冲撞时，板块下面的岩浆将顺势从地壳薄弱地段冲出地表，形成火山喷发。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碎石、气体、火山灰也随着喷涌而出。相反，当相邻两个板块彼此背离时，板块下面的岩浆也会趁虚而入，喷发形成新的地壳。当然了，地震有震级，火山也同样有相应的指标来衡量它的强度，即火山爆发指数。火山爆发指数通过喷出物体积、火山云和定性观测来量度火山爆发的强烈程度，指数每相差一型，火山爆发威力就差了10倍。在火山喷发的时候，大量温度超过上千摄氏度的岩浆从火山口喷涌而出，所有的树木、建筑以及生命都被岩浆掩埋。更为可怕的是，喷发出的大量火山灰及其他污染物甚至可以随风飘至上千公里之外，所到之处遮天蔽日，产生的影响能达数年之久，使得周边地区的空气遭到严重污染，对人体健康造成很大影响。听到这里，有些小伙伴可能会想，几乎没有听说过中国有火山喷发的新闻，所以中国是没有火山的。其实不然，在中国属于活火山的就有不下10处地方了，如黑龙江五大连池火山、镜泊湖火山、吉林长白山火山、海南岛熊北火山等。从中新世到更新世以来2000多万年的地质历史中，中国大陆也曾是多火山之地，只是在现代中国的火山活动不是十分活跃而已。面对大自然的灾难，我们要有一颗敬畏的心，同时也要理性客观地看待。火山虽然是巨大的灾害，但也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火山灰。
火山渣等喷发物，为附近的土壤提供了养分，甚至可以使原本贫瘠的土地变得肥沃，为人类创造了优质的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孕育着更多的植物和生命。